这是我们第二届武林大会，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让所有弱势的同学、学生跟族群能够借由高尔夫的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体验。我们第一届是在台中的国际高尔夫球场，是跟惠民盲校做合作。那第二届是跟台中台南大学附设启聪学校来做合作。最主要我希望会有第三届、第四届，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都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。我们红藤的第二届就是以爱同行，那今天我们办了第二届，那未来那红藤的董事长他们会持续一直的办下去。我们不断的用爱来照顾这些一般的听障朋友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到这个环境，所以我们这是对我们行动啊，我们办这个活动里面啊，以球来交朋友，让他这个由个人来这个大家庭，能够来跟他们来制造一个更广泛、更好的人际关系。